室等你啊，抓紧时间好不好？我这一天的我的业务啊，我是非常繁忙的，我没有时间了啊，我咋就进屋了？你说你都进屋了，你接什么电话呢？这不浪费电话费吗？这不表示亲切吗？亲切啥？来来来，坐啊！哎呀，哎，看看我这个工作的环境，坐吧，没事，都真皮的沙发。来吧。哎呀，怎么今天这么有兴致来我这参观呢？啊，我这不路过嘛，一寻这小区有你这个老同学搁这当保安呢，我就看一眼。那会儿怎么当保安，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啊？我现在这个行头，这个气场，这个环境看不出来吗？这个物业的总经理知道不？哎呀，经理呀、啊，对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经理那不是田笨笨吗？你看看他这个名气，还田笨笨，一个笨不行，还俩笨，还笨笨。下去了，啊，这个现在是我的手下当保安呢。啊，不是，别人吗？下来了啊！来，你先下去，别坐这儿了。你怎么样啊？啊？怎么的？这还给田笨笨他爸开车呢？不是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现在他爸给我开车，我是董事长。你董事长？嗯。不用管我啊，我找下衣服。小脸儿，看我衣服没？田经理，你不说你今天休息吗？我休息，你就穿我衣服呀？那个，你知道，他是我同学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从小就贼能装，贼能吹。我跟你说，我一直就想个办法，我想治治他。所以说，今天希望你配合一下。我咋配合呢？我想当吧总经理。那你当经理，我当啥呀？身为一名保安。怎么上班你不穿衣服呢你啊？这穿，这告诉你，这就罚你出去。看什么？这啊，这明白吧？明白，我这个现在有气场，我的气场就碾压他，你知道？哎呀，气场。你先等气场啊，你给我整点汽水得了 啊！我来半天，这家伙渴的，不是喝水吗？等，哎，我接点去啊。那个，笨笨呐，啊，下来了。下来了。没事啊，别上火啊。那个，我请你帮个忙呗。你说，你看那小子没啊？从小我俩就不对付。啊，贼拉能吹，贼拉能装，我今天我就想治他，你配合我一下呗。我咋配合你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爸。是什么？你当过那董事长。那你当董事长，我爸当啥呀？你爸，你来，那个，来了。司机的儿子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？